大家分享一个爆炒鸡肉。爆炒鸡肉我准备了半个三文鸡、生姜、香葱，把锅烧干水之后，倒点花生油，把生姜爆炒一下，然后把鸡肉放下去，大火给它翻炒一下，炒至变黄色，加点盐、酱油。炒啊，哎呀，好香啊，香味出来了，一屋子都是香味。现在把青椒、小红椒一起放下去，翻炒。出锅之前，把香葱放下去，翻炒十几遍。爆炒鸡肉已经可以出锅咯。一款美味可口的家常菜爆炒鸡肉出锅啦，菜友们一起来品尝吧。